出的《后宫甄嬛传》在2011年播出后引起广大回响，即使戏剧播毕已经12年，但依旧是热门话题。近日孙俪就在微博上分享与在剧中饰演反派安陵容陶欣然的合照，孙俪透露女儿赖床，孙俪和她说道今天陶欣然会来找她吃饭，但女儿说不认识，孙俪接着说就是安陵容，结果女儿瞬间眼睛都亮了，突然就醒了。而贴文中孙俪也附上与陶欣然的合照，陶欣然之后也转发并幽默写下妹妹目前还没有看到，像掐死我的阶段吧，两人久违同框，瞬间在网上引起热议，网友纷纷激动留言天哪好怀念，正在看甄嬛传第几百遍了吧，是塑料姐妹的重逢，终于和好了。Bye.